吸一口气，望向窗外，起点随着高度越来越小，距离随着抛物线越来越远，划破云层，越过海洋，带着梦想，我们来到这里。这里没有妈妈的白米饭，却有我的创意卤肉饭。这里没有365个夏天，我却有三条围巾、六件卫生衣和五个暖暖包。这里没有21点的许愿车票，却有让我随性上车、任性下车的自由。这里没有海拔4000公尺的神山，却有瑞士4567级的不安。这里没有不同的肤色，但对两种颜色特别敏感。这里没有父母的碎碎念，但至少还有朋友会对我说，你还好吗？这里，